Oke, selamat malam Bapak dan Ibu sekalian. Senang sekali hari ini kita bertemu kembali di pertemuan yang ke-84 ya, pada tanggal 14 Februari tahun 2023. Dan kita senang sekali juga ada beberapa teman dari Taiwan Ibu sekalian yang juga ikut berada di sini. Ya. Silakan jelas. Oh. Hai Kak, 晚上好。老师，晚上好。哦，晚上好。好，哎，等你今星期二哈，又开始上课诶。嗯，记得哎，等你上一次学诶，有好多个生词哈，因为上一堂课就唔跟同大家复习，今暗晡啊，哎。拿几多的生词来？我那声太个，我那声很记得么？哎，等于上次好个哈，有的就话，哎，比方讲今天不星期二有课哦，哎，黑子那么有样么？嘿，真的哦，不会骗你的。你的星期二如果是没什么特别情况，一天要上课。嗯，好，欢迎今天部班导同学穷下来上课。穷下是什么意思？穷下一起不三嘛。嗯，好，穷下来上课，嗯，给穷下来上课，你的人学爱的呢？你学爱的呢？我爱的，因为你的人各个地方，你的人所在都不同，冇穷样啊，都学不同的地方，我爱的。你学爱的来上课。所以是谁说好。爱从弯龙来的。爱从弯龙来的来穷下上课。是找我送。因你的洗澡啊，嗯，好，就会按你哈。老师条件话，我的你可以穷下上课，我的你系来自唔同嘅地方，所以老师嘅问题就话，你系爱嘢来嘅，嗱，你就可以好像条件陈太哥一样嚟回答话，我系住啊万隆嘅，哈，我系来自万隆嘅，来从泰噶。穷下上课，好，就按你讲。好，今接下来还有吗？您来，好，嗯，你要喺吗？您啊，先报个名来。香兰，你好，上，你上诶。你莫按群可能哈，我有回音。好，再讲一次，莫相干。哦，系从上个月参加客家话，快活一年呢，快活一年呢。哦，从泰噶一家。穷下，穷下，学客家话，系啊，好，多谢你，每个星期你都来同我哋人穷下讲客话，每星期你和星期四，多谢老师，好，嗯，接下来。还有吗？你今天不，后面还得有新同学，就是我看到一只
ไล่ไทยจีให้แม่ไม่เชื่อแล้วอืมเอาอีกก็ให้หันเป็นจุนพี่เฮาจุนพี่เฮาไอ้ยินเสียงหน่อยก่อนอืมเอาลิมิซูมาฟังยีห้ามห้ามอย่างซื้อคนที่ได้ยีฟ้าถงตาขอเย่เย่ชิวขอยีห้ามอีกฮะโอ้เอาแกลิมิซูแกอยู่声音没样响哈，没办法。对，好了，老师，放麦老师。我等于上一次好给三次哈，我等于那部拿了练习的时候，有一件事喊到穷哈，我话头先有新来的同学，哎，来同大家。自己介绍一下自己，或者认识一下大家。你哈米哈米是方老师，由你给他带回话筒来。希拉丽达，好，来，张兰，从上呢参加学客家话米糊安尼。师父国家老师教我按要称呼按要的哈无买的好多谢你我先讲你你很珍惜机会就金刚金位金刚金顺好希望其他的同学他们来呢这个哈喽斯曼啊珍惜出来讲，多练习，就会同人体一样，俺可以讲了。先生，阿个倒霉嘢，没事无空来讲黑话，听冇法子。不所以来咩先，咩礼拜用到不长啊。嗯，好。嗯，多谢哈，看起来今日不哈有新嘅同学。还看到有新的名字，好，李秘书，看到新新的同学，愿意出来吗？同大家打个招呼。先生，嗯，讲嘅系拉乡拉嘅嘅咋系么？嗯嗯，伊系外嘅同学，不过也哈唔知系哪位咧，可能我等一下。哦，啊、嗯。好哦，先生好，我听啊，我有猜，我系上礼拜同有同学强化上客家话班的赖同学。哦，超犀利！我看到今日部很多新的名词哈。好，首先欢迎的人，来我的人强化。好，我哋学嘅就省时穷下，或者热下来学客家话，或者来讲客家话。嗯，哦，好。另外还有一只想学粤语嘅同学，系咪？哦，好。你看，我哋二按到二，嗬。好耶，穷哈好客家话，嗯，好，你个话筒系唔正打开？好啊，好同学，你好，嗯，老师好，啊，欢迎你，请问你爱来嘅？来自新加坡。哦，来自新加坡，新加坡来的新同学，哦，欢迎你。多谢，多谢老师。嗯，是第一次来没？不是。哦，来过诶。
好啊，因为你可能连大概一个时期，所以很认识。好，我直接来讲哈，你做的先介绍一下自己么？太家好，我叫何瑞杰姐的，我是客家人，我来自新加坡，但是我不太会说客家话。我想说，就因为不晓不太会就可以学。啊，对对对，好，你给名字哈，如果华语是何瑞杰，客家话何瑞杰。哦，何瑞杰啊。哦，相差很远哦。哇，好，你是客家人，你多少会晓讲客家话，是吗？我四年，怎么讲？小时候怎么讲？哦，很细时间。我很细时间，通常就听到阿奶啦，因为我的阿达很早就过世了，所以呢，我不太记得阿达讲客家话的样子了。但是我的阿奶就会跟我的怎么讲，我的五姑就会讲客家话，因为五姑每天会来，然后会我父亲会也会跟他的兄弟姐妹们讲客家话。所以我就多多少少就，其实刚才老师跟邱小姐、邱同学所聊的那一段对话，我基本上都听得明白。唐老师，哦，很棒，很好，很好耶，哦，唐老师，只是你可能不少讲，你晓听唔晓讲？哦，晓听唔晓讲。错哈，听的机会过多，但是你会听以后，那来一嘢，你就可以讲，就爱练习讲。不要害羞，没关系哈，就是因为不会，但是你有心要学啊，在这里就可以多练习，然后有人跟你讲啊，那你愿意开口说，就会。好，你的女孩安跳啥？你的女孩是安人腔哦，安容易，记性好啊。然后你要练习开口，首先讲很细个时间，小时候。很细个时间呢，小时候。很细个时间哦，就是小时候的意思。好，那我们在这儿呢。就好像邱同学说的，我们是用客家话教学啊，掺一些华语，所以对你新加坡人来讲，如果我们只是讲印尼话，可能你又听不懂。对，是不是？对了，我听不太懂。我就 try to 怎么讲 match 跟马来话，如果能通话的话，然后因为我的马来话的程度其实也是很人大 ，very 人大 ，so 就是我大只有某一些单词会而已，听得懂，其他的我其实因为印尼话比较卷舌比较多，所以我就有点好圈了。哦，好，那因为你看我们现在哈有不同印尼不同地区的，也不同国家的啊，来自海外的同好啊，那我们就会。尽量照顾大家哈，马给读小工来就好，差吗？多谢老师。好，那我刚才想请问你从哪知道我们的课这个上课的链接的呢？
哦，当我开始来上课的时候，那时候我是在 Discord， 有一个群组叫做中华，中华的什么 Discord， 我找一下，是一个印尼的华人华侨的一个 Discord， 他们会在上面学一些华语啦，方言啦，我要想一下，它叫中华什么的，中华印度尼西亚。好，没事，等你找到的时候再分享，没关系啊、哦。好啊啊，欢迎，也欢迎你。如果新加坡有同学或者有认识的爱学的话，也可以来上线。好、哦，好。就爱的你上个礼拜搞为很多恐吓，爱安欢喜同大家恐吓来上课，恐吓好就一只词。好，也呢很上一次爱的你好的。颜色哦，色水啊，咪等于客家话叫啊色水呵，买色水，颜色呵，要按到买色啦。魏老师上次讲过呵，比方话，年轻人的头发都是黑黑的，客家话按样嚟讲，年轻人的头发都是黑黑的，都是一个句子。完整的句子哈，咖喱麦样啷个？哦，那也头发乌色的，那有乌色的头发。哈、哦，后生的人，我头先说后生的人哈，后生的人的头发都乌，都乌，都乌哈，客家人如果是暗乌乌稍稍的话。就话杜甫啊，后生的人的头发杜甫啊，加咯，年轻人的是杜甫哈，老人家的老人家的头发要用的呐，黑色的，黑毛，黑色的头发，如果系十分黑的时候，或者如果用嚟形容嘅，下趴，下趴。哎，斜趴，或者碰趴，跳那猫碰趴，看过吗？刚天啊，哎呀，就是老师讲的才知道。斜趴就好像雪烧煮呀，啊，就暗趴。如果还有一种喊碰趴，碰趴，嘿，碰趴哦，跳那猫碰趴哦。好像陈太哥一样，按人年纪，佢一条眉毛都唔歪，碰怕，很正面，很健康哦。好，如果系暗红，样嚟讲，客家话系要另外一种形容，暗红。嘿，错啊，哦，佢啊湿地照以后面就歪。方凤，方凤，哦，像方凤，失醉耶，失醉耶，失醉耶，就为方凤，好，如果海康的水，爱捞，系等于用乜嘅客家词来形容佢？海南，海南咯，金墙或者光蓝，光蓝哦，十分蓝的意思哈。或者话，好像上一次我讲话嘅竹林，嘅竹诶，春天的时候，乜嘅色？橙色。橙色，客家话有一只词，拿来特别形容佢哈。金墙。金墙，错啊，哦，金墙，错，好，还有一只，如果是完那姑娘哈，黄色，黄色，如果是黄黄的，光王，哎呀，光王哈、哦，好，现在两连起来，五色，要没讲，不是老母。都是老母，就是啊，都是老母，就是
都无为啊，不一样的意思。嗯，好，第一只无敌，红色，红帕，哎，雪帕，这只红帕，嗯，还有第三个红色的花，酒红，方红。方凤，哎，还有一只头先讲话酒凤，也有人家嚟讲，哦，嗯，酒凤，嗯，还有呢，如果系黄色，黄黄黄黄，黄黄，哦，金枪黄黄，杜甫写拍方凤，啊，都系啲客家人比较贴切的嗰种。对色的配格配格地方或者华语好像不是这样说的啊、哦，所以大家记得哦。嗯，好，今天那部我们就开始来学三次。上一次我们学的黄色以后，接下来就是第二十二集啊。好，麻烦李秘书把课本打开来。好，第二十二集，我哋今日学紧生词，灰色，灰色，灰色，有冇人中意灰色嘅冇？唔中意嗬，唔抢人啊！灰色嗬，你个墨嘅意思系灰色。书的手气以后手都变灰，所以就喊灰色。明白吗？是不是很容易记？哦，手都变灰，灰，英语文是墨的意思？阿母，哎，阿母哦，所以英语文喊到，完啦，阿母阿母，啊，喊灰色。捞出的一身灰色的打扮吧。捞出的除了灰色还有其他色吗？乌色，对，也有乌色，黑色，乌色，黑色，乌色。如果是身上又有黑色又有灰色的时候，用来讲灰灰拍色，错啦！诶，几只老鼠诶，唔系灰色，也唔系拍色，系灰拍色。诶，就系话又拍色又有灰色嘅意思咧。哦，打扮，你的女上课要先打扮咯。嗯，冇。诶，冇啊。冇啊，所以唔敢打佢镜头，系咪？哎，我打扮，你唔会穿，好卡。嗯，好鲁夸呀，溜溜打扮呢，溜溜打扮呢，给老师一喊，你们就打佢镜头，敢出来哦，系咪哇？哎，你唔打扮啦。就唔敢出来哦，唔敢亮相。哦，所谓打扮嗬，对我哋客家人来讲，客家人系唔系话十分嘅种颜外打扮嘅人嗬，但系你也外表嗬，也系对配人家嘅尊重。比方讲，如果老师系打扮，而啲人个中意啊，你唔打扮嘅话，个中意。嗯，我中意打扮，我讲。哎呀，哦，哎，跳那猫是真来，哈，老师也冇用来打扮，系咪话啊？就按你适当加啲口红，画下眉毛，就按简单。但系跳那猫爱是真来，哈，三六六做真地摆，简单嘅喊到得体太防得体。打扮哦，这个就是我哋客家人一般咧打扮嘅亮相，都唔会话打扮到很妖艳哦。嘿嘿，嗯，好，就多学一只嘅只词嗬，喊打扮，适当嘅打扮系对别人家嘅尊重。好，
天二十三集是雕菜石。雕菜的是什么东西？看看什么？Perong。雕菜的。华语雕菜的用来说。雕菜切菜。茄子，对呀、啊，所以大家听下印象的时候，就话、啊：“哎呦，大家听下讲茄子，那就是牙齿就笑开耶，哈、哦。”所以外头人，下家人就话雕菜耶，雕菜耶，几个石系麻嘅石啦，紫石，紫石，紫石，哈。太多是雕菜的都是紫色，所以如果我们说雕菜色的时候就是代表紫色的意思。但是雕菜的也有其他的色吗？哎呀，有白色的。浅色，是吗？浅色的浅色。白色，浅色。叫我假期买一只雕菜石的书包本件，雕菜石的书包，如果喜欢雕菜石的书包还是彩石的书包？雕菜石，雕菜石，好。第二十四，碎缝石。碎缝石，嘿，头先双班外头学的缝石，嗬，而家要仲喊碎缝石，也有人家喊千缝石，或者宽缝石，也有人家讲，嗬。为什么喊碎缝石呢？因为缝石加啲碎衣盖一盖，石个淡的时候，所以就喊佢。碎缝石，如果暗手看到拉的人啊，细拉的人啊，嗬，作碎缝石的衫，碎缝石卖半四年的时候，嗬，或者偶尔一出世的时候，而爱送福利本人家，买碎缝石系代表乜嘅意思呢？偶尔。perempuan， 代表嘅西欧牙嘅系西摩耶，西摩耶，所以因为其中道嘅系摩耶，所以而家礼物买嘅都系粉红色或者碎红色嘅衫哦，欧牙衫。如果系买本人家中道拉嘢嘅时候，用乜嘅色？蓝色。哦，蓝色错啊！嗬，蓝色或者黄色，黄色喊到中心色，色拉嘢、色摸嘢都可以。好，色摸嘢，俺中意做碎缝色嘅衫。依你换乜嘅意思 ？Merah muda。什么嘢？俺中意食，俺中意着红色嘅衫。哦，karena perempuan suka pakai baju merah muda。pakai baju merah。merah muda。哦，错。anak perempuan ya jungi suka pakai baju warna pink。merah muda。错。好，第二十五咪系竹竿石，竹竿你睇睇买嘅东西冇？咦 ，Happy Baby， 识得冇？识得，可以识得哦。竹竿长肉粉肠含三茄天堂，系咪？系。含菜炒竹竿好食冇？好食。十本好食哦，健康。猪肝石哇，猪肝呢样嘢食啊？
哎呦，你在吗？擦石，擦石，擦石哦，系啊，有人家话擦石，头先系应该，佢有时阿听擦石，头先同佢玩那地，哦，佢就话索格木架，系咪 ？Yeah。嗯，含千种石，千种石，哦，竹竿石啊，而且。市场上买过山竹竿的人真抵得哦，还有三个人坐到就说的话，竹竿你都唔抵得，竹竿系用嘅嘅石啊哈，所以喊竹竿缝，或者如果系竹竿缝就中石偏缝啊，如果系话竹竿石就少格唔得，嗯，佢话牙工带一档。哦，猫诶，含一档哦，一档马嘅猫诶呐，竹竿石嘅猫诶，哦，牙公带一档竹竿石嘅猫诶，双解。猫诶，哈，竹竿石嘅猫诶，嗯，你屋企有猫诶冇？有，有，嗯，好，我系第二嘅猫诶，马诶石，赤色、红色、黄色，哇，啱到，证明俺中意戴猫诶啊，哈，嗯，好，陈太哥，你有戴猫诶冇？买乌卡的猫的，蓝色的，蓝色的，嗯，哦，好，哎，我将戴猫诶，戴乌猫诶，哦，蓝太子嘅系戴乌猫诶，嗯，有人家戴绿猫诶嘅冇？有，有人，有人，有人戴绿猫诶。发现对遛猫诶，系咪有另一种意思？哦，你唔知哦。我唔知哦。啊，遛猫诶，马嘅意思，我要问下小同学，你中华文化过后诶，应该记得嗬。遛猫诶，除系话哦，我嘅当猫系遛食嘅猫诶，系有马嘅意思冇？有。那人带嘅遛猫诶。是讲几个姑娘通气过，系冇？哦，吓，比方人家讲话，几只男嘅人嗬，本几个老婆带遛猫，系，带遛猫，咁你嘅意思系咪话几个老婆买嘢一等猫嘅本嘅，遛食嘅猫嘅，系按你嘅意思咩？唔系，咩系哦？凡人嘅文化系唔爱带遛猫嘅，嗬？带遛猫嘅意思就系话，佢嘅老婆或者老公其中一方都系哦出轨，就系让我去夹人哦，要第三嘅小三，哦，唔论男嘅或者唔嘅，嗬？就话本佢嘅老婆带遛猫，哦，意思就话其中一方。嗯，重视嘛，去外边出轨，喺警察来就话有小三哦，就依样嚟嘅意思，唔系真正嘅一档遛猫嘅啊，哦，那个遛猫嘅呢，也有个故事，就话往摆嘅只有两只人哦，就头先讲嘅系客家话嚟话夹客过，系咪就话哦去外边救猫嘅人哦，你记得你？几只男咩同几只女两个人，你就约好嚟话，你喺带遛猫嘅时候啊，就表示方便，哎，佢就会去几多块，哦。但系如果系因为广北姑娘每日都要带猫嘅，每日嘅猫嘅可能都唔同嘅食。如果佢去上班咯，做工咧，人可能带嘅乌纱猫就乌色嘅，平时嗬可能要带位红色嘅，那佢就话。如果系上街带嘅系绿色嘅猫嘅时候啊，就证明你方便来哦。
暗示的哈，还是一单的单的。哎，后来呢，就人家就提的哦，戴绿帽，就是吧，做坏事。哎，两夫妻哈，就应该被搞小三的意思。所以你的你买猫诶，千万唔好买绿色诶哦。哦。哈哈哈！错啊，你话。今年嘅今年要戴绿帽嘅，因为其他人懂嘢文化，所以就冇嘢禁忌。但系外地人反而要嘅文化，所以就千万唔好。哦，再加上今啊，你的路况看得到，按到坐摩托车，人爱戴鞋冧，嗬，爱戴头盔。哎，你跟你看那身马诶，马嘅公司就戴绿色嘅帽嘅 ，crap， 系冇。错啊！就印尼啊，可能其他外来嘅地方哈，小同学听就会觉得奇怪，哎，国万几多人都现在六十嘅猫嘅，所以因为印尼嘅文化同其他人繁衍嘅文化唔一样，其他人唔冇按你嘅禁忌，冇按你嘅思想，所以就冇去考虑呢条事情。哎，为了六十个穷人，哦，按人都看得到，所以佢哋就使知道六十嘅头盔，啊，黑人咁多头盔，嗯，诶，头盔嗬，非常啱，头甲吓啊，就要佢哋做讲法，嗯，所以嗬，如果你系爱戴帽嘅话。就爱小心选择啊，反映的地方你都千万不要选择六十的拿出一袋哦，哈、啊，好，嗯，一袋就系同色哈、啊，颜色就也有性别之分，你不会黄白的话，就话红色系代表女性哈、啊，蓝色或者绿色就代表男性，啊，或者黄色的话就系中性。男的女的都可以，嗯，好，接下来26的光哦，暗光的光，嗯，我点日光灯啊，就叫光哦，哈，金是从有诶灯了以后，有诶天以后，哈。也不跳也不降阿美都好像暗到灯光搞到好像逆神跳一样阿也都暗光、啊、光亮啊哈但是下个人就先暗光也可以说你的顾客暗亮或者暗光也是光亮用着是拿来其中一用一架啊我等于下个人如果讲突然讲乜嘅，日光，日光错啊！如果是华语呢？月亮，月亮，对，系冇，嗯，月亮代表我的心。嘿，嗰位哈日光嗬，我等一下讲完咧，嗰位就哈日光光，华语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月亮，所以光和亮都是亮的意思。好，第27哈。光的相反就是暗，嗯，简单的暗暗，爱点天火，今下就按照就落雨，所以我也都暗暗，反正四点就我也都暗暗，好，平时如果不落雨的话。嗯，点半都喊暗光。你嘅简度嘅
有几多站台呢？一站。嗯。叫广模。叫。嗯，唔会按啱。冇。也差唔多，冇一冇按啱，一冇按过。哦，嗯，好。你的你睡梦的时候，开灯的暗光，一下呢熄灯的暗暗，熄灯呢？嗯，错。睡梦的时候，最好唔好开灯呢，哈。一来就成天，第二来对人就有个好，唔好暗光。唐的是老师讲嘛嘅冇？唐的是，嗯，好，用水灯，水木灯，哦，水木灯，嗯，水木灯往往诶就个文火，哦，好，第二十八，光暗各位，好，诶，就叫出一只来，暗看哦，嗯，阿爸唔知看嘛嘅哦。一个人如果时常按键的话，对身体健康好吗？唔健康。嗯，好哦。键就是稀咕咕的意思。哦，一个阿爸唔知做嘛爱稀咕咕的哦，按键。我是强问啊。嗯。按键同发火。有嘛个区别？哦，有嘛个唔同系嘛？嗬、啊，嗯，按键就系话，很多表面，就是你话发火就发出来嘅，按键就很明显发出来，但系佢嘅面相看得到佢嘅表情，眼珠当眼睇古，唉，发火就系话自己见。发出来哦，或者用嘴嘛，或者用睫毛梢打哦，哦，就发火诶，嗯，好，哦、发火就爽到两个人诶哦，啊、哦，如果佢喺打佢嘅拉嘢，或者骂佢嘅拉嘢话，就阿爸也上身拉嘢，要强也本佢打到嚟哦。如果只是安全，一般你有得人就唔生唔死。哦，所以就安全就有点好武器，看过冇武器？声音呢？哎，声音呢？唔通话也爱就爱武器？哎，还有一只有个洋葱诶，就话到嘛诶，武器武器咯，看过冇？武器啊！是不洋葱诶？我讲个，是啊，唔行，食啊多的呢。所以对健康十分唔好哦，所以大家也系如果系有嘛嘅事情，好好嚟讲，千万唔好去活气哦，唔好去啃哦。伤身又伤神啊，嗯，活气啊。活气就系话。生气在里面哈，没有发出来啊。那么对他生气的人就不好，那小孩子一下子就跑了，就没有一回事了啊。所以做父母的也不要为了孩子好给委屈，或者好给看啊。有的你看他们又不答你哦，就证明你很看。好，你是九个嘿。飙风哈，飙风喺外头一般人来讲，我喊也话降太法，降太法，嗯，佢按我飙风哦，佢按我降太法，喊彩牛啊，哦，彩牛，按我降太法啊。
好，第三十杯是考察哦，考察。好，我先问你，考察你的给嘛意思吗？考察哦，两只书，安尼考察。安尼喊平平的放，安尼喊考察。最常可能到考察的，是新年呢读书的时候，或者你等于往外读书的时候，题目做查的时候，老师会给你默的。考察。啊，考察哦，大考察。哦，就话你只题目连做错，大考察，加考察英语文样嚟讲，死人死人，呀，但是单打死人哦，就系话，唔错唔错哦，考察，啊，也就话，天内考啊，有两只官嚟嗬，方便学嘅。两个放在你那，你要形容嘅官嘅两只官嘅放在好嘅，系考察放在你嘅。哦，你看这幅图画旁边咧看吧，两只官咧放下天那下，两个放喺那，系平平嘅放喺咩？唔咩？佢系考察，哦，考察定放在你。之下有两件官嘞，或者两旗官嘞，考察方便嘞，哦。好，三十二诶，喜欢。哦，好，首先系再问一下嗬，如果你喺学堂下，老师喺你答查嘅题目，老师就答嘅考察。如果是答对的题目的话，要放在默的符号呢？红兵。啊？红兵。哈哈，英语文喊。红兵，红兵。红兵。假如合法用来讲。哦。打考察。答错也要打考察咩？哦，咩？大狗，错啊！狗，唔该，求老师啦，诶，求同学啦，你就爱做老师嘞哦，嗬！同学，如果诶学生呢答对嘢话，老师就爱答太狗本嘅，错啊！嗬，全部都狗就会一百分，啊，所以考察仲大狗。啊，等于一到时候填表格，喺选出题的时候，啊，我都说啊呀，我都阿达比利安，佢就会问你啲，上辈佢会问你啲哈，但系然后嘅写嘅表格嘅强嘅度诶，喺你觉得错嘅，比方佢问你有去过中国冇，你系去过，你就答嘅狗。如果唔嚟去过，就打个查，喺度考察哦。好，三十二嘅喜欢或者欢喜都一样嘅意思。好，错冇？喜欢同欢喜有分别冇？欢喜哦，一样样意思。有的百分别嘞，欢喜，你今日心情样办？来上课看到很多人欢喜么？欢喜，很欢喜，是开心的意思，哈，高兴的意思。如果是喜欢的话，客家人还可以用哪个只词？爱喜欢来上课。中医你错啊！爱中医来上课，或者话爱爱来上课，啊，都差唔多嘅意思。喜欢同欢喜，啊，有啲摆唔到一样。
阿公见宝儿看起来很欢喜哦，哈！我见阿婆看到所有来上课的人，你的人也是很欢喜啊。因为证明你很欢喜呢，很笑面，声音声话，哎呀，很笑面哈，大家都欢喜来上，听下来。阿公见妇儿，看起来眼欢喜呵。第二个系喺上门话，今晚阿公跌只新龙虾店，客家话条件话，第二拉基阿卡马拉。所以我们可以用多少词哦，他很欢喜，很开心，或者说他很强。要听过这个词说很压。很压。很压什么意思？可是的，很压。很压也是因为很强，然后没办法解决一个事情。好心都会按不舒服，所以按压上，哎，上发火，上发火又可以软的呢，唔得发出来哦，就可以话佢按压，或者按强，好，哦，大家都唔冇按压哦，有咩事情慢慢解决哦，都爱欢欢喜喜的心情来，好，三十二的是有名，有名，有名，因为一出戏很有名，有名，印尼文是什么意思？跟哪，跟哪，跟哪都认识，跟哪都第一意思，就说很有名。好，印尼的马的菜是你的人印尼很有名的，讲的都不一样哦，可能。云菜。板凳。人凳哦，里面是说人凳。好，蓝阿姨，你觉得印尼的马的菜算是有名？巴东菜。哦，巴东菜，好。陈太哥，你云龙有乜嘅有名嘅好食嘅菜？哦，三宝果仁。吓乜嘅？三宝果仁。Yeah。哦。唔系巴塔果咩？巴塔果仁。Yeah。唔系话云龙嘅铁皮饼啊。哦。Yeah。奶都有哦，奶都有哦，你看，所以小麦是啊，小麦板冻，小麦板冻就是板凳粉，系冇？所以啊，几万龙嘅人连讲过话按出名，而家人爱人识唔到，不可以会觉得按出名嘅嘛？嗬，系啊，好，小同学，你刚刚来印尼哦，嗬。你心目中或者你听人家讲印尼嘅马嘅菜很出名，唔止一样都可以嗬，多讲几样都做得。我其实欣赏我啲印尼啲食饭嘅时节，冇看到菜呢，冻到冻到肉冇菜，系冻翻牛老卵。就冇菜啊！我啲我辈太好嘅传统食嘅时节，
啲要到去客家传统梅香，要食到菜嘅系炒腐麻，嘅腐麻系黄山炒腐麻。哦，可能你的理解同阿丁你嘅唔一样。阿丁你啲嘢话，食按到麦嘅菜，就系话按到麦嘅后食嘅地方，烤肉阿丁都当话一样菜，唔系话一定爱抢菜。哦，好菜同抢菜唔到一样，就话你嘅个地方，比方讲喺阿啲地就话台湾有。辣卤肉饭，嗯，外丁也只会把佮台湾，因为后食嘅菜卤肉饭，佮嘅菜唔系一定话多嘅，我要抢菜。嗯，哦，嗯、我爱分享，我要食到嘅龙洞杂果梅。哦，龙洞杂果梅。嗯，还有，嘅烤热咖啡，热咖啡。是台湾的人是热咖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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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就台湾的毛的你好也是大的首先说黄山炒腐麻是热咖啡然后乱冬炸腐麻还有这个很像很多速度是吗就是就是很汤饭店就会煮了不爱就是收到你看如果是你的人讲的收到就单单收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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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印尼每个地方都有名字一样但是各地的口味又不到一样有鸡肉所多有牛肉所多有猪肉所多吗有天家猪家猪猪家猪安少安少因为是印尼的特色菜你说的印尼的乌嘟嘟的牛肉汤饭吗牛肉汤饭哦，很香嘛，不过有食到的咖喱，咖喱，咖喱，咖喱是黄色的，是黄色的咖喱。好，来请问下印尼的同学，来老师头先讲话，印尼的乌嘟嘟的牛肉汤饭，他买的菜，拉沃，嘿，拉沃哦，印尼。喺多少地方？蘇多拉旺就係幾多人嘅特色菜。哦，溪水林秘書，溪水有一家很出名嘅冚到麥嘅拉旺。拉旺石斑。喺度。拉旺石斑翻譯中文冚到貴索貴拉旺，中文話叫貴拉旺。嗯。烏少少嘅烏嘟嘟嘅，係嘛？都不会说嘛按什么说、有一种可能你说的但是没人家提醒你要买东西不说的用牛肉去煮的看就不好看按不会说同时人家说洗温水一样我长了一年的时候也是没关因为个汤按那个不说按不好看但是色叫呀，色豆呀，很可以好色啊！红色，暗好色，四岁马湾嘅暗好色，四岁嘅拉湾暗好色呀，四岁嘅鬼拉湾啊！错，好，所以就系点话嗬？佢嘅菜，菜唔一定系抢菜，作为样煮出来嘅东西就喊菜嘅，好。所以咪就话要客家菜，然后买菜好，还有乜嘢爱分享嘅冇？老师，还有一种乌石嘅
Usah kayak rujak cingur, rujak cingur. Oh, san tu jing, ni hai si sui nin meh? Ya, hai si sui nin. Oh, wong bai si sui, ga tau ba sang. Mojokerto nin. Oh, Mojokerto, so yi ma ni tu lawon na hai rujak cingur. Tu hai, yin wei hai si sui ge ti se, ha. Ah, so yi guai xiu tong ho den tai ban lai, bo hen bun ji se gan ni ge ke neng jiu wei shi bu guan. 因为佢都系有印尼嘅特色，含不得食嗬。不得食啊，不得食啊，系唔会食嗬，所以就唔系几好看。啊，好，你咪数前嘅样嚟，我睇下要读几页，要嚟看看识得东西。啊，识波嘛？小同学，你再看看，今日嚟嘅时候识得冇？ 很久冇食到亚种无色嘅糖，系冇食到。哦，你又确实唔认识到哦。诶，也用你。黑白鸡张食，黑白鸡为食。好，错错错，嗯，黑白来好食哈。但一种就冷个一种，含卤汁精，就系同诶辣菜哈，加加就含翻译转来就含佢辣菜，因为。 佢嘅姜子，佢嘅好像按到，其实就系青菜啊，要，啊，三副，睇下字，你啲人按啲，你嚟讲，嘅卤茶精乌要按到乜嘅？对，要按到乜嘅？老得未嘅？精乌啊，对，按到，对，要青菜，要豆腐，要豆饼，要牛皮。 牛屁股，牛屁股啊！你牛嘴唇，牛屁股，哎，牛屁股，牛嘴唇。香菜，香菜。啊，然后最特别的就系佢嘅姜子，哎，佢姜子呢，也系因为有嘅不得时候含到下姜，所以做出来嘅样诶就乌稍稍嘅暗苦。 但系你爱食嘅话，食得起就安详。哦，看住唔好看，食住系可以。<笑>好，可能你啱啲食嘅嘛，系冇？小同学，我会想去吃看啊，系。哦，我唔会惊，系。哦，嗯，食得惯咧，而家好食。哦，食得冇，诶。 有，你嘅还有其他嘅同学要识得嘅冇？冇，冇识呀嘅。哦，冇识呀嘅，哇，可惜可惜，识得嘅嘅你就会前面啊，哦，因为佢嘅面头暗贴贴，嗯。哦，有看到个窗诶，唔过冇识到。哦，看到诶。动到跳舞。 扎跳夫，系扎跳夫，也系溪水漳油，还系全印尼都有。嗯，应该全印尼都有哈。嗯，诶，鹿茶金乌就溪水漳油，如果系鹿茶曼尼，就其他地方都有哈。诶，最好食的就系印尼溪水。嗯嗯。 啊，一种就好食，好食，鹿茶饼干饼。呀，伊就含甜的，一种就全用水果嘅，用番茄酱，酸酸甜甜辣辣。哦，伊用水果嘅，就冇是按五色。如果头先嘅种，也鹿茶就含鹿茶不得，就五色嘅佢嘅酱汁。哦，但系伊系印尼人出关嘅哦。 等你煮下嘅五色嘅韩国好食。嗯，哦，就下次哦，下次来嘅时候，记得嘅名字喊到卤茶。卤茶。嗯，又喊辣菜。辣菜。辣辣的，辣嘅辣菜。辣菜。菜，五辣菜，按脚底嘅五辣菜。 五辣菜，五辣菜，嗯嗯，好。
有名哈，很出名的就大家就记得，就我以前来说哈，包括如果系话啊，比方讲用伊呢，如家我也都按到，然后我紧张出名啦，嗯，我紧张出名啦，就比头先四岁的有一只哈，拉旺西丹，西丹就系鬼的意思。又因为佮腐蚀，又因为佮吃到暗天别个名词，所以佮啲人就慕名去当来话，哎哟，听到佮暗奇怪名，就特别想来说。但系听讲佮也系特别好说，哈，有到杨女士的节目诶，都是提当一个情景，有影像，有挂牌，嗯，好。给唔得识到，就下次再来哈。好，有名嘅，今就介绍一下，然后你台湾有乜嘅出名嘅，或者有名嘅，如果系有朋友去台湾，等佢哋人也好去请来识。先生啊，想要分享一个，好，刚才你可能要坐下的哦，看不到前部哦，在，小兄弟，好，先生，他家的主观色么？主观色就像酒粉色用的，各层的粉色，我的体黑中没有主蛋管一。一个彩色，主蛋干哦，你的汉字噶要做啊？字噶冇做啦，有个人要做，可以用买，同几条会做的人买，不过一下介绍人会做，工人的时间过多啦，过多主蛋干，可以配。喂，甲酸呢是草酸呢？可以，可以照照片吗？看一下，好，请一下，好。竹担杆，如果竹头先讲的竹杆，如果很生的话，其实有啲白茶粉色，哈，带粉色。如果佢喺拿嚟撸刀或者拿嚟剌刀煮蛋干嚟哦，佢嘅色就会个橙，就会橙棕色哦。煮蛋干系咪都系要系咪食掉煮油去嗬？因为煮蛋煮干，头先你讲煮蛋干咧，煮干食啦，煮蛋都系去哦。冇用煮蛋，卡摆嘢上嚟要卖煮干啊。มีก้อนยันอยู่ไม่ติ่มหมูไม่เย่ขับไปอีอยู่ยันเชนอยู่วันไปอยู่กินก็สามีก็ไอ้สุดคนหนึ่งฮะยังก็สามีก็ไว้จบ所以变成ติ่มหมูไม่เย่หมูไม่เย่โอ้กินหมูไม่เย่สามีหมูเย่ยังเหออีเดียวจู่จู่เหอหักกาเก้ลาวชนทุ่งเก้สุดพินฮะ所以ว่าให้มองเห็นไอ้สุดชั่วมองเห็นที่จอมองสื่อช่องเกี่ยวยี่ชั่วแก้ไม่ได้เว้ยเฮ้ยสังเห็นเฮ้ยสังเห็นชั่วยังไม่ไอ้สุดยังไม่จะจ่อยฮะไอ้ยูคันกูแต่เนี่ยไอ้คันเอาอันหูไอ้ยังไม่จะสุดไม่ไอ้สุดเอาสุดฮะว่าเข้าสักทำพามิ้งเข้าสักก็ห่างไอ้老番姜哈斯那唔会太好哦ไอ้老番是所以猪肝就会熟嘅食哦，如果很生要浅食。个橙熟嘅，然后如果拿做干晒啊，去辣啊，去又个橙咩食？嘿，故事有一种食，我等我讲主干食，就系个橙咧粉食。
做感逢。哦，因为佢就食，唉，因为佢系本来就很有嘅食水养生嗬，所以，一种嗬嘅甩鼻以后，佢嘅很有嘅种缝缝嘅，所以肯佢做干缝食。嗯，好，哎呦，又系哦，人说啊，你讲你的人头先用豆浆包用，哎，用嘅买绿茶去切佢的人哦，佢见有本人看准煮蛋干哦。你的你也一年没得吃到啊，大家让你去台湾哈。好，今天的人啊讲到有名的东西啊，哈，嗯，好，大家想想的到的模样的东西哦，一度煮蛋干哦，煮蛋干是什么？煮干方啊，煮蛋器吧，还是煮蛋方啊，煮干器？煮干吧。煮干方啊，煮蛋器哈，因为煮蛋真穷哎，煮干那设备。嗯，哦，没吗？煮煮干拿几个蛋子去酿哎哈，然后把它偷起来，嗯嗯。好好，大家看呢就好哟，到这里上课哦，唔系嘅心都唔知做哪去潜水地哦，哈哈哈！啊，嘅今晚嘅时间哦，也八点过诶，嗯，好，剩下嘅时间，来，连秘书来复习一下，我再看下大家系有咩问题，啊，等下就本时间，本大家来发问。Bukti Miha ya, tikus seluruh tubuhnya warnanya abu-abu. Lao Chu, Yu Sen, Boy Sen, ya. Kakak perempuan dia membelikan dia tas berwarna ungu. Dia di Mai Ica, Yau Choy Sen ke Supawe Punti. Jarang melihat orang laki-laki memakai baju merah muda. Ang sao con dọc dọc ai ye ke suy phụng xét ke xăm. Oke, dia memakai topi berwarna coklat keluar berjalan-jalan. Mai akong tai itang tu tu con xét ke mau ye song kai. Hang kai. Hang kai. Hang kai. Menyalakan lampu lebih terang. Tian nyit kong tian kok kok. Ya. Kamar sebegini gelap mau menyalakan lampu. Kong tian tuwe. Kong tuwe. Oi tian tian fo. Ya. Tidak tahu papa lagi marah tentang apa. Apa? Di tian mangke. Tian ma ke. Tian ma ke. Dia sangat pintar membual. Ki an boy. Biao fung. Biao fung. Atau kong tai fa. Biao fung. Di atas tanah ada dua buah ranting yang diletakkan bersilangan. Di nai ha yu liang ki kun nai. Biao fa fong teng. Ya, kemudian kalau diselang tanda salah, kau cak, kau cak, kalau diselang tanda benar, pakai weh, pakai. Kakek hari ini kelihatannya gembira. Aku mungkin punya kunci loy on Anfonhi, ya. Pertunjukan ini sangat terkenal. Ye chuti an yu miang. Ya, gregeten tapi marah gitu ya, tapi nggak bisa apa-apa.
An up. Up, yeah. Hello. Nếu mà cái vấn đề mà tôi đi xong xong quan này tới nghiên cứu cái đều sáng sử. Thật sự nha, sử dụng sáng sử không đó, đàn này lâu sử bù chung này ăn đó. Hả? Yeah, lâu sử. Nếu mà cái vấn đề mà? Ồ, mà mấy vấn đề. Xin sáng. Ngài yêu ý ra môn thị lao sáng chữ mô con. Mgô, ngài hãy xong ý môn, gà hà lời chữ xin gà bó gà hò thông hò, ăn hiếu sáng, hê mà gà nhìn nhìn xong ý lời hò hà gà phá. Hờ rì chế thông xuê. Ngài yêu chói, ngài, hê.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客家话 就是方言 是我们的 我们的真正的母语 而不是华语 华语不是 其实不是新加坡人的真正的母语 然后就觉得这个 我们真正的母语已经在新加坡已经式微了，所以我担心再过多一两代，就可能完全会在新加坡销声匿迹，所以我觉得，方言兴亡，匹夫有责了，所以就必须扛起这个责任来学，不然就真的就绝迹了。 那你打算如果你学会的，会让你去把佢影响你身边的人，因为你一人讲跟力量唔够大，让你知道你的朋友啊，或者你嘅表兄弟姊妹、堂兄弟姊妹，大家都要先起来学嘅多少诶？你会用什么方法？如果你会，你会讲，如果会讲嘅话。 我希望能够我爸爸，或者是我现在所剩下来的姑姑们，就是其实我父亲那边有几位姑姑，还有我大伯已经过咗身了，就是。 只剩下几个姑姑而已，然后，我也希望可以用学会客家话，然后再跟我的外甥们，还有我的子女，未来等他们长大了之后了，就可以用客家话来跟他们，说话，然后希望他们也能够传承下去喽，传承下去。<笑><笑> 很棒，安慰。我想问那个何同学，你按后生，你是几多岁？是平常时，然后武汉人最主要讲麦个话，还有你是第几胎来到新加坡的？就饶了我，我用国语来回答好吗？然后 OK， 所以我今年40岁，没有，其实我已经40岁了。我是如果算是我的阿达的话，因为我的阿达是来自广东大埔县的客家人啊。 新加坡安多泰普尼，然后我的阿奶其实她是新加坡土生土长的客家人，所以呢，如果是从我的阿达来算的话，他移民到新加坡来了，这样算是第一代吗？还是不算？
经常阿爸的太普通的意思是阿爸阿太阿太是吗公太是吗爸爸给爸爸啊嘿嘿嘿嘿哎你们不叫阿达吗你们不叫阿达哎刘公阿公阿婆哦阿公阿婆哦祖先生你的英语用板工呢哦哦哦ที่ทอยอาปาอาแม่อาปาอาปาเกอาปาทำอากุงอากุงเกอาปาทำอาไทยอ๋อที่ซีทอยจังทำอาไทยอืม哦，那那在台湾的你是哪一个腔的客家话？你是说的是老梅烟卡腔，跟西地台湾讲西烟腔。唔过我个主席老五腔用是大埔，是老梅烟的四线腔吗？嗯，四线腔是有四个线。Uh-huh. 梅县是不是？这梦醒山卡迪四线腔应该是有四个县，梅县是其中一个吗？对对对，嗯，不知道哎。四线腔就是梅县、平原、新南、嘉应州，呀，就是以前的嘉应州，就有四，现在有四个县，所以就给等于台湾就话给四线腔。听外地人就话莫烟强，嗯嗯，莫烟太普，其后太普，现在太普后咪做使馆，但系太普曾经系潮主管，要圈定云天福建嘅云天，所以太普花同外地后莫烟省度嘅莫省嘅莫烟花，要多少位有差别。嗯，啊，有一点分别。你们都回过家乡吗？没有。我有，我回去美洲。哦，没有回去，还没有去过。啊，邱同学还没有回过。没，因为其实我你是几胎嘞？转去咩唔对，我转去哪边呢？哦，就是话，支付基金冇诶。但是家乡、家乡还安好啊，应该转去家乡看看哈。一当年虽然转去某出家嘅亲戚嘅有血缘关系嘅人，但系见梅族嘅发展安好，所以算系很多年代人仔细嘅家乡。有机会嘅话，如果可以到中国，也可以转去看看哦。好，那你如果喺上课，我会请教有关。莫言家乡同佢哋有关嘅信息，本地人可能嘅。嗯，好。我问问何同学，你屋下地度现在沙飞，非常系老同事沙飞松，你太替佢讲麦吉花，再跟家人又讲麦吉花。我们在家里都是讲华语的啦，就是台湾的，就是可以跟台湾的国语通话，嗯、所以它已经变相成为我的现在的母语了。嗯嗯，何同学，你好，新加坡的时候，客家都会很会讲客家话吗？就你的阿姑的，你会讲系咪？我阿姑同阿爸打天花的时候我怎么讲会就讲客家话客家话。现在在你旁边的是哪一位旁边的吗？我阿爸哦，你妈妈，妈妈系潮州人，潮州人啊，潮州人，潮州人，哦，潮州人，哦，就是古代管辖太湖的，潮州人，哦，所以就会讲，还会讲啊，
嗯嗯，因为她嫁进来之后，她就慢慢学，就跟她的婆婆学，就在那个环境里面，还有她的姑姑，还有她的家婆啦，家婆啦，家婆，嗯。哦，家婆是外婆的意思啊。就是她的婆婆，就是我的阿奶啊，还有我的阿达啦，就是她的家翁，还有家婆，还有她的姑姑咯，这样咯。妯娌，她的妯娌。啊，家族的人啦，哈，就是自家的家族的人，所以自家的客家人，家族的还有长辈会讲客家的话，就有一种客家语的环境。哦，就那条线哦，很长的道，长的道，长多的就长的是，然后可能有的人人强的，后生的哈，有时候就有的人很讲会音用客家话语回答，有的人可能就唔用客家话语回答，所以就会变成只系长的是唔会讲。嗯，啊，所以系话。希望如果你在韩语的家庭环境讲客家话的话，尽量敢用客家话去回答。记得你同意讲客家话的时候，问你吃饭吃得吗？我用客家话吃得，啊，用真正客家话去回答，久而久之，你就会要变成一种习惯，也就记得客家话的发音。哦，感觉会去安尼讲，其实你们有华语基础的哈，有华语基础的话，学客家话够容易。嗯嗯，好。我还想问问最后一个问题，其实我没有客家话的环境，家庭讲客家话，不过我的阿公阿婆读到我就会转变做国语。来老外讲话，很普通话，唔讲你听不下，咪去讲普通话。那客家话对你来说是必要的吗？就是为何会想，还是就是因为姑姑们讲，所以你就是想跟他们讲客家话？就是它的必要性在哪里？是我很好奇的。你看老师的那个背景图，宁脉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嗯，就是这一句话，就是必须要传承下去的，不能够让我们的文化是根断在自己的手里。对啊，对对，很好，哎，所以我也希望看得懂中文的也好啊，明白印尼文的好，因为我这边。有翻译印尼文，用这一句话提醒哈，就要讲话你自家抵得自家的客家语，要很有人家爱讲，要抵得其他一件安好的事情的话啊，做话嘅唔爱，最起码晓得谈，晓得讲，又唔是千人买哈，想见好嘅，大家都双面方都免费嘅。嗯，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嗯，我想要分享一件事情。我以前因为在疫情前，我会到新加坡丰顺会馆。丰顺也是客家人的一个地区啊，好像丰永泰啊，丰永泰，丰顺、嗯、永汀泰埔，就什么？我死掉了。我会到这个丰顺会馆去学客家话。然后当时我的老师他叫杨老师，他就说只要在我有生之年，只要我还没死之前，你问我任何客家话的问题，我都会照样告诉你。而且他是这个课程是免费的。为什么？新加坡也是有教客家话是吗？有，可是为什么？我的思考就是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呢？因为他应该是意识到新加坡的方言已经要语言要死亡了，这个方言已经要死亡了， language death, it is a dying language, 如果再也没有
母语学者来学这个语言的话，那这个语言就死了，就死亡了，死亡了就灭绝了。它灭绝了之后就再没有办法起死回生，就像拉丁文这样，拉丁文是一个灭绝的语言，就没有人会没有人 ，nobody speaks it as a native language， 就是已经没有母语使用者了，拉丁文就会消失。嗯，啊，对对，嗯。所以就不能够让他在我们的这 under our watch， 不能够让他就这样灭绝掉，你知道吗？对，这个就是责任，就是当你知道你有这个责任，你是这个自己是客家人的时候啊、哦，然后眼睁睁的看着他没有人爱讲，你自己本来也会讲，但是你也不参与的话。大家都不当一事，慢慢慢慢就消失了，错，嗯，所以我一直有讲话，客家按到好文化，啊、哦，传承下去就摩擦，我也都出得按到客家人，哎呦，我的人来讲客家话，啊，有的人就话，我也想讲客家话，问人来讲我讲话，嗱，我的人见要按好嘅机会，客家来听下来学习，学习完以后，你的人去再去，比方。你跟好同学，你学话嘢，就使你讲话。你同嘢出地，你要三扎五扎出地，你传承下去十几百几，就好像种下一粒种子，本地的人听过，其他人听嘢以后，当其他人会讲，或者有人当佢听到人家讲客家话嘅时候，佢就会记得啊，系我嘅阿叔或者我嘅阿伯教我讲嘅。嗯，啊，所以这是一件。真的应该说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哦！你传承不只是传承财产，那个这个语言是精神财富。嗯，好，希望我们来一起加油。嗯，加油，大家加油！啊，呀，对，我们的力量都不大，但是我们合起来，大家的力量就可以做成一件事情。而且人家不做的话，大家都不做的话。就变没有人来做啊！即系见大家都喊叫的，作为迪拜都冇相干，要咁多绵薄之力啊！我们尽量付出自己的一点时间，或者影响身边的一两个自己的亲人开始啊，能够同你有机会同你讲嘅到位，嗯。然后，比方你去非官都诶，遇到个后生诶，啊，又可以同你再沟通，就是一个一个把它连起来。好，我也希望学业，来上课的很多人几个太的太子太哥哈，你阿爸你的下安慰，很讲得很好的客家话，去传播你的人身边的亲人或者朋友，哦，你的几些客人，你的几上学的就搞几讲，嗯，好。啊，小同学，你还有冇嘅问题？系噶哈，何同学有讲到需要语言学者来学，有这句话，好像有听到。明年好咋系冇？还是我听错了？想说你自己是有关你的是语言学者吗？就是你的背景。哇，我等一下，刚才你的第一道问题是。我有没有讲到是必须有语言学者来学习这个客家话？是你的问题，第一道问题。是你的，是不是我听错了？你有说需要有语言学者来研究？哦，不是，我是说，他必须要有母语使用者，而不是、哦、外语学习者，因为外语学习者他们不能够把整个语言还有它的文化哦，怎么讲吸收，然后变成它就 become one with the language and the culture， 就是如果是外语学习者的话，他们绝大部分都没有办法像母语使用者能够发挥把这个语言发挥的淋漓尽致的。绝大部分的时候，所以这个如果只有这些外语使用者来传承下去的话，那这个
语言哈会越来就一代不如一代，然后慢慢的丧失掉。嗯，我是这样觉得的。哦，请问一下你的工作，方便讲我你是做乜嘅工作嘅？喺教育工作站。我是就是在这个文化事业里的啦。哦。对，对对对呀，就是所以你才会有这样的共识啊，就是有发现有这样的问题，美女也是做教育的，好，那你后边，好客家话对你的文化教育工作有帮助吗？我觉得应该是有的，但是它不能够以经济效益或者是金钱来衡量。我还是认为是这个是一种，就如老师所说的，是一种我们的精神的提升个人素质的提升个人素质方面，肯定是我们的精神财产，就是我们的遗产，我们的文化遗产。就不能够让他跟我们一起消失，对对，因为我们的寿命有限嘛。如果我们不传承到给下一代，的话，那我们的寿命有限，我们有一天也会走的嘛，对吗？那这个语言就跟我们一起走嘛。对对对，因为客家话里面有很多是。别的语言没有办法很简洁的解释得了的一些词语啦，而且客家话里面那些古汉字啦、古文化里面啊，都还是啊，当然那个是要更深一层的时候啊，研究到更深一层的时候，你就会能够理解到，那好的。今晚补的课也时间差不多诶，先到这里啊。邱同学，如果你还有什么希望下次交流的，或者你先可以提出来，让何同学先想一想啊，不会急急忙忙不知道怎么样回答你的问题。因为他还是现在在做研究哈，刚刚来印尼，所以对你为什么？这么年轻要来学客家话，他很感兴趣，所以问的问题比较多。嘿，什么欣赏不爱时间。好，也希望下一次后期的时候我们交流用客家话讲得很顺畅，但谈的事也会表达。好，给今天不会课就先送到给好，多谢各位同学，多谢大家。老师，晚安。老师，上来聊。多谢老师。嗨，老师。嗨，下星期二再见。再见。上来聊。下个礼拜再见。